she was my wife.想多了，我就是觉得有点疲惫了，想换个环境。知道了，我去找丁院长解释清楚。哎，刘队长，就是活该，活该！我现在去给你买新衣服，走。就想回去看看，不行了。谁说的？一个好医生就不能有个好家庭啊？难道我非得像我爸妈他们那样？你别说，你听我把话说完。你不是自己说冷吗？还冷吗？我就喜欢你这么说话。
就再也不复返了，好吗？嗯。虽然你现在不记得吗？听说你喜欢我。